我觉得 quality 差太多了。它的回音是帮助你的声音更润，因为它是通过台湾电检还有那个国家电检还有 NCC 的认证，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。合法合格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。好，请来宾掌声，谢谢谢谢。它会激发很多人的那个歌唱魂，全台湾的各大景点都是你的舞台。